说真的，我万万没有想到哦，布袋戏竟然可以跟三国题材沾上边哦。看史艳文跟常靖能大闹三国演义，还蛮有趣的哦。我们现在就来看影片的介绍吧。让张飞打岳飞这种超搞怪剧情已经不算是爆点了，要让布袋戏来 PK 三国英雄，那才过瘾。宇峻奥丁自制游戏《三国群英传 2.5 Online》就与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合作，让布袋戏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，包含史艳文、常靖仁、黑白郎君等等，来《三国群英传 2.5 Online》客串演出，让布袋戏英雄大战三国武将。还有双版本的游戏设定，果真是超新奇的创意，大家别错过哦。